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，我哋今日又嚟探店按摩店啦。呢间 SPA 馆，我系疫情三年，我就去足三年，我真系唔系讲笑。呢间嘢咧，真系我自己亲身消费出嚟。我转头咧叫我老细咧开翻个档案俾我睇啦，足足增值咗呢个3000蚊做佢哋会员嘅。咁自从搬嚟咗深圳之后咧，我冇再过嚟啦。咁咧我就教下大家点样过嚟呢间上足啦。佢有几间分店嘅，我哋今日嚟呢间咧就系喺福民站金田呢一间分店。咁佢话系旗舰店嚟嘅，会比较靓少少啦。但我平时去开嗰间咧就是在呢個紅嶺那邊嘅，嗰邊咧就比較近羅湖區咯，咁所以咧我就經常都會去那邊，因為以前咧我就住龍崗區嘅，咁去紅嶺站咧就比較方便啲啦。呢間咧就是福田嘅，咁佢都會比較近關口啦。其實咁依家教教大家點樣嚟呢間嘅路線先。搭地鐵嘅話咧就可以嚟到4號線嘅福民站啦 ，D 出口，然之後福民站呢個位咧其實水圍村就喺呢度啦，黃江村喺上面，咁所以咧呢個位咧其實都好方便大家喺香港過嚟玩嘅。依家就去 D 出口。哦，你睇仲有潮汕大木，我發覺咧呢度嘅地鐵咧其實係港鐵營運嘅咯，但係好搞笑嘅係點解佢哋上面寫嘅係餐廳名？因為通常我哋都係寫啲屋邨名啊，或者即係嗰啲咩門診啊、醫院嗰啲名，佢呢度竟然寫餐廳名咯，我覺得好似係有少少賣廣告嘅感覺。D 出口，金田路西南方向上去。上到嚟地面之後咧，就可以直行啦。呢度咪水圍村，我哋今日就可以喺水圍村食飯喎。水圍村好多嘢食，直行。影院式足道，我第一次嚟大陸咧，去揼骨咧就係去呢啲影院式足道噶啦。佢最平咧係100蚊咧就可以一邊睇戲，即係一邊洗腳揼腳，行街行攰咗，你可以揾個地方唞下、休息下、坐下，其實幾舒服噶。哦，佢間鋪頭我係比較中意佢嗰種氣氛係好靚噶咯。如果大家等技師等攰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度食下糖啊、捉下棋、飲杯茶先。呢個有個接待所嘅空間可以俾大家等，佢都要等少少時間。好靚啊！呢個氣氛。大家分享價錢先。通常如果你做足療咧，就係做三保。咁我之前就充咗3000蚊會員咧，就係用緊呢個金卡錢。我試過經絡 SPA 啦、蟬耳 SPA 啦、面部 SPA 好似都做過。反正我覺得3000蚊真係可以用好耐好耐咯。咁我最推介嘅咧就係呢個蟬耳 SPA， 轉頭就可以同大家試下呢一個，好推介。金卡價錢就係359100分鐘。我想問一下，這個1424三保是怎麼樣的？一四的话是我们比较一个基础的项目，它就是包含到肩颈跟足底，再就是带一些手臂。足疗二四呢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小套餐，它是有包含到臀疗、肩颈、足底、腿部，再就是它有一个特色的粘贴。粘贴的话是贴我们的膝盖，就是祛湿散寒的，还有一个我们的腿疗，一个敲打手法，针对我们的一个腿部经络，包括一些经常久坐啊、静脉曲张的一个腿部比较疲劳的。嗯，做三保是比较全面的一个金牌项目，它会有包含到腰背，从头到脚都会按到。哦，呢度其实都好清楚咁样讲咗几多分钟啊，几多分钟，几多分钟咁。之后啲足疗房咧，我哋依家咧就叫员工带我哋去参观一下啦。SPA 房依家满晒人，一阵先参观到。好，行啦。呢个系3人房足疗嘅，呢度就有一个好大嘅屏幕啦，大家可以叫多啲朋友一齐过嚟。哇，呢个起码有100寸喎，有喎，4人房。咁之后投影再大啲，呢个有几多寸咧？唔知，超大嘅屏幕，一家四口过嚟。好开心，同你过嚟一啲都唔开心。继续，因为你好颓啊，你几时可以精神啲同我吓、啊、打起精神好冇？我而家先发现咧，佢原来系用呢个一次性，有一个一次性嘅东西，
蓋住呢個布，咁啊令到大家舒服好多。點解咁多香港人中意間鋪頭咧？其實就因為佢好乾淨、好奇麗。房間嘅廁所咧，全部都啲馬桶係好靚噶咯。即係我諗香港人其實係最怕去咗啲鋪頭，就算佢幾抵玩都好，但係佢係要踎廁嘅，你就會好 bad list 嗰間嘢。咁呢間嘢就係好舒服啦，好適合啲比較小資少少、中端少少嘅享受咯。而且佢嘅價錢又唔係話真係好貴好貴咁樣。嗱，佢呢度咧有個獨立嘅廁所、馬桶，仲有沖涼間，其實好舒服嘅呢度。同埋佢呢啲咧浴巾咧全部都一次性嘅喎，見到人哋馬桶咧都會有嗰個滋嗰個圈咯，所以我比較中意呢度。所有嘢都好乾淨，全部都一次性。這是中藥，生姜、艾草，還有花椒。哦，驅寒。對。啱曬嘅，去濕係嘛？你汗底你燥底喎，一睇就知。好寒冷哇！啊，佢呢度按摩原來都係大肚，有冇覺得好乾淨？掂咯，唔使直接接觸皮膚。好少鋪頭可以做到㗎，麻煩㗎。你玩條條毛巾都要洗。我們按一下剪啊。好。可以嗎？剪到呢度。这样子，嗯，可以可以。会有点酸哦。这里很痛吗？哦，这里穴位啊，会有一点点酸，穴位是有一点。哦。来。哎。啊。爽吗？爽。我们活动的比较少，所以要多拉一下筋。老了。哦。我们要按一下头哦。可以敷腰、肚子、颈椎都可以的。嗯，好的。缓解疲劳的。好，谢谢。敷一下肚子。这个是什么石？是矿物盐。矿物盐呢、啊？对。哦，它连这个也是一次性的，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它可以敷肚子。整个一个头囊仔的。眉毛、额头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幸亏今天没化妆。力度可以吗？嗯，可以。还是头膏贴过双贴，我觉得很爽。看着电视，喝着茶，来干杯，还可以加水果。嗯。用我们这个砭石刮一下脚底的地筋，常刮地筋可以疏肝理气、泻肝。痒是吗？还行，痒是正常的。可以接受啊。对。本店特色手法：东坡搓脚筋，搓到最热时喝水，有利于温顺排毒、疏肝明目啊。哦，要这样搓。哦哦哦。啊，脚筋搓热可以喝点水啊，有利于温顺排毒的。好好的，喝点水。敲到我们人体的脾胃经、脾经和胃经。哦，不舒服就跟我说，这个力度可以接受吗？可以可以。按摩完之后咧，就可以嗌个龟苓膏，同埋呢个养生粥。之前仲有时候有啲涂胶嘅，今日就系养生粥啦。我哋下一步咧就嚟到 SPA 房，哇，佢间房都几靓噶喎。啊，贵宾你好，我们选一下精油，有玫瑰、薰衣草和白茶。好，这个是薰衣草，安神助眠的。薰衣草给他。两个薰衣草哈。你睡那边，伸入去就手去。哎呀，系咪好爽啊？点解我咁中意呢间铺头就系因为佢可以一边玩手机，佢有个窿可以玩手机，特登设计。同埋佢啱啱帮我揿头嗰阵时咧，要整嗰个浸水嗰个桶咧，佢掂过我只脚之后咧，佢都会去用酒精消毒翻佢只手，再去掂我个头咯。我呢个系真系做得好好嘅地方，就系好贴心啦，同埋好卫生呢间铺头嘅所有嘢，无论系人啦、技师啦，所有嘢都令到你好舒适，唔会有嗰啲。好愕然啊，又覺得好污糟嗰種乜鬼嘢嘅感覺。睡着了嗎？沒有，它會酸。手機都放下了，肯定很舒服吧？我沒有用。電腦太堵了，你的鍵盤太緊了。
哦，佢哋间铺头咧，仲有个特色系有一个电热敷嘅包，可以敷住呢个，敷住呢个背脊啊、肚啊、腰啊。咁依家咧就帮佢按腰啦。我已经快爽到瞓觉了。姐姐手势好唔好？真系几好，一拿一个刷子刷呗哦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刮痧好红哦。他湿气也蛮重的，经常坐办公室。你咪瞓著咗啊！我發現咧，你全身上下遮住咗隻眼就好靚仔。你個鼻又生得唔差，點解你隻眼都係咁毀容嘅？你不如試下戴黑超。因為都冇緊我對眼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咧就揼完骨啦。呢條片咧就到呢度啦。中意嘅話記得點讚、關注、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非常之 OK， 舒服到我瞓著咗，真係。喂，你可唔可以認真啲對住個鏡頭？鏡頭真啊，真係非常之 OK， 舒服到我瞓著咗。如果唔係，佢攣我小腿，我小腿真係好痛啊！如果唔係，好彩今次嚟按摩，我都唔知道我小腿。咁啊，依依技術係咪好得？掂啊，依依。佢好似有啲唔同嘅培訓嘅技巧。係啊，確實唔一樣，人哋有嘅技術都唔同嘅。之後我哋就翻去啦，拜拜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